球王美斯由于近日表演赛入面全场斋坐，引发轩然大波，而转播美职联的 Apple TV 原本国际迈阿密2月7号在日本对神户胜利船的赛事突然在赛程中消失。迈阿密足球媒体表示，有关方面决定取消日本赛程，但国际迈阿密的官方赛程就没有改动，对神户胜利船的赛事继续存在。而国际迈阿密在2月5号朝早亦都有在社交平台发文，表示球队下一站是日本，还附上这一场赛事的专属票务网站连结，似乎提早结束行程的传闻不攻自破。